来，别客气。我喂饱了。很好吃。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居然强迫百姓试吃黑暗料理？根据华南城律法，应该处以16天拘刑。冷大哥，他们都是自愿的。不上诉，爸爸叫了。华南能不自愿吗？对吧？也没那么难吃吧。冷雨，你别插手，这是我和小双之间的决斗，我一定要让他知难而退。冷大哥是我毕生所爱，我今天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瞧瞧。给啊，什么颜色？给呀、啊，你什么颜色？我要是男人，这回觉得你都渣了。我冷雨堂堂男子汉，渣在哪儿啊？你别等我了，其实我在乡下已经有婚配了。什么？有婚配了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对不住了，小双，我喜欢的是如意。不喜欢我，其实我在乡下已经有婚配了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。可是他没有冷雨帅啊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又应急反应了。三十盒。这是什么？赶紧滚！汪汪汪汪汪！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这是神兽国的兽语，他说他是来自神兽国的大使，名字叫格力狗。智州，你好厉害啊，兽语你都懂啊。他又说什么？他听说我们绣坊的绣娘技术高超，特地带了5毛宝线来，请如意替新国王刺绣，以此来恭贺新王上任。